世界第七河流之一的湄公河贯穿整个中南半岛，最后经越南流入南海，而在郑夏由三个州的滨支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传统文化得到保留。在越南除了探索自然生态和战后痕迹，还有一条贯穿中国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的河流，就是湄公河了。庞伯，做嘢啦喂！系啦，嚟到滨支可以坐船感受下湄公河的澎湃，顺路欣赏四周的小砖屋，睇到仲可以听听越南最古老的民谣。系咪好好听呢？接住穿过一段丛林，就可以嚟到蜂蜜加工厂，试饮下越南蜂蜜茶，个配方都几特别，仲有劲多蜜蜂围住你飞。我又真系好惊虫啊！佢攞热茶嚟冲呢啲蜂蜜咧，我哋最用暖水或者冻水去冲，所以好特别啊！呢个文化，但几甜，几真系劲，好自然啊个味道，正。滨支是整个湄公河最大的椰子种植区，越南又称为椰子之地，又怎可以不去椰子加工厂望望呢？由椰子开壳去肉到磨浆加热调制，一气呵成，吃落淡淡椰子香甜，买几打回香港做手信不是很过分。其实要认识一个地方，要由他们的文化开始，无论是饮食、习俗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只要游回转滨支才叫真正认识到越南的传统文化。